家，我今天想要来画一个很简单的出门妆。前面可能分享过几次，可是我今天想挑战一下十分钟画一个妆。那我现在是完全素颜的状态，我早上起床到现在也都还没有擦什么保养品啊，也没有画任何的妆，现在脸上是一个干燥的状态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是先稍微用那个保养品擦一下，因为我脸上现在完全没有擦任何东西，那要化妆前还是保养一下比较好。现在就用菜瓜水滋润一下我的皮肤，也不算滋润了，就是把脸上的一些灰尘啊弄掉。而且我最近湿疹蛮严重的，因为在换季了，所以有点脸上有点不太舒服。然后等一下就稍微擦个保养油，我都会用化妆棉把手上也稍微擦一擦。接下来用橄榄油，现在还没开始计时，我要从化妆开始算，虽然我没有在赶时间。脸上的 primer 的话，我要用的是这个 Sofina 的这个系列，然后它是保湿款的，我会混一点点 Innisfree 的精华液进去。好，那现在就是要开始化妆了，所以我就先把手机定时给你们看。好，我先把等一下要上妆的东西也准备好，不然时间会被扣除掉蛮多的。我选的语言是粤语，好，这是十分钟，那我就要按开始咯。好，保养在这边，预备，开始。再来是擦遮瑕，用手指就好。怎么感觉我在化五分钟的妆啊？好紧张哦。先用深色，再用浅色。好，稍微简单的遮一下。再来的话要用试底乳，我会把它当作我的底妆。把刚刚的颜色带，就是压掉一点。好紧张哦！啊，这么快就过两分钟了，天哪！好。再来我就要上粉饼，粉饼的话我用刷子，然后按压的。一紧张连我自己的力道都变很大，脸有点痛。你看湿疹又变红了，烦哦。
今天没办法用什么细部的修容之类的。好，再来个画上腮红。接下来的话就画个眼，画个眼影好了，简单的带过就好。用雾面的咖啡色。再用晕染刷沾白色的，比较浅的，稍微把那个界限晕开。下周就画眼线，就我来不及了。優しい日だまりにチャイムがディレイする、頬を撫でる風、息吹は深くなる。就画明明。好紧张，我都在流汗。我眉毛红红的是那个湿疹哦，大家就请多见谅了。好，眉毛画个大概，再用眉粉稍微晕染一下就好。剩多久？剩两分半，好，应该够，应该够。刷过整个眉毛 OK， 然后用棉花棒稍微把就是涂的地方，涂出去的地方用掉。底妆是粉饼，所以其实还好。
我感觉我在底妆花了不少时间，然后再稍微补一下眉尾就好了。这种快速出门我通常都不会用染眉膏，而且我现在湿着嘴，用染眉膏会痒，我就不用了。最后上个唇膏，剩50秒。我都没看镜头。完成。还有多久？看一下，30秒，还有30秒。那我就稍微修一下眼线好了。優しい日だまりにチャイムがディレイする。10秒、35秒。好，完成。10分钟的妆容就是这样，非常的快速。我一定会，出门要有气色的话，一定会化这些妆。如果是那种只是要出门一下下，我有时候只画眉毛我就出门了，然后擦个护唇膏，我一定会像现在这样，就已经算有点全副武装的状态，虽然很快速。好，然后我觉得眉毛是一定要的，然后唇膏啊也是一定要。底妆和腮红的话就不一定，眼线也眼妆的话也不一定，反正就是一定要有眉毛和一点唇色，这样的气色才会。眉毛主要是让脸上看起来比较有精神，然后嘴唇的话就是要让我很白的唇色变得比较血色一点，这样子。对，就这样。因为我今天装了一个，我今天其实是无聊来拍个影片，因为我今天买了一个，我拿到了我在淘宝买的灯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一个灯，我现在很满意，我脸上就是相机这样照起来的样子，非常的自然。然后它是有两段的光，是我可以开白光，或是开黄光，或者是两个一起开。那我现在是两个都一起开。我示范一下，这是我平常的灯光，没有，我今天没有做任何的修，就是把光线调亮。那我现在就是开白光给你们看，这是白光，然后开黄光，这个是黄光，然后我现在两个一起开，这样子有没有差很多？因为我房间是黄色的灯，然后我墙壁又是黄色的，所以我如果没有像这样的一盏灯的话，其实房间的光线非常的差。然后我的书桌上面啊又是一个书架，所以整个光线会，我就是房间的大灯的光线会被挡住，所以我一定会做调光。那我现在有了这样子的灯，我就非常方便，非常方便，所以我今天就来拍一个很简短的影片给你们看。好，那其实我也没有要干嘛啦，就是我等一下只是要出门寄个东西，也没有要做什么，所以这样的妆也很方便，然后快速。可是请大家容许我稍微微调一下我的眼线，有点无法接受自己的眼线就是像现在这样子，给你们看我的眼线现在，我自己不满意啦，对，有点不满意，所以稍微调整一下。让它比较顺一点。可是我以前在学校啊，要赶时间去上课的时候，我真的就只有画像刚刚那样，我就出门了。因为我从大一啊就会化妆，我高中就开始化妆了，所以我上学的时候都一定会化妆。好，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10分钟妆容的挑战。非常的简单，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一个赞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。好，就这样，下一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